年的孕妇挺着大肚子躺在担架上，直带她离开家里的却是救难人员。京都台风潭美预计周三深夜到周四清晨就会登陆菲律宾吕宋岛东部，而且中心最大风速已经从每小时75公里增强到85公里。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却警告菲律宾得提防潭美带来的大雨。Especially for the people who are like Baguio, into Manila for sure, places have already picked up a half a meter of rain, and it hasn't even made landfall yet. 事实上，吕宋岛已经有不少地区累积雨量突破500毫米，甚至有部分地区水淹2层楼高，让吕宋岛政府下令停班课，就连菲律宾央行也宣布暂停交易。En este momento está contabilizando cuántas personas evacuadas están.Hay 6.000 personas que están afectadas hasta ahora. Hay que seguir puntualizando. Hay algunas personas que están evacuadas. 受风暴影响的不止菲律宾，加勒比海的古巴也因为热带风暴奥斯卡引发土石流和洪水，造成6人死亡。加上全国大停电还没完全解除，就连首都哈瓦那仍有部分地区黑漆漆一片。这场全国停电已经持续4天，古巴人在街上敲打锅碗瓢盆，高喊快点开灯。电还没来，又有热带风暴侵袭，古巴人的10月底过得苦不堪言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